象徵住我哋嘅活動咧，係要正式揭幕。咁當然啦，希望大家日日有食神。咁多位請預備。双手拿着那个小女女的那个牌，然后我们再一起过来拍一个照片。我们再望望中间的位置，一起拍张照片。好了，煮牛肉面呢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们要收一收牛牛先，因为跟着是我要泡走，我们麻烦我们的我们帮我们收收牛牛。但是这么多人要继续留步在台上，接下来我们请各位